啥子吧？今天天气多云转阴，要下雷阵雨了吗？那么大的太阳，下着雷阵雨嘛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脸上应得要下雷阵雨了。哎呀，人都气死了，哪还心思跟人家开玩笑哦？哎呀，啥子事情又把你气死了嘛？哼，说起都好笑。哎、我做了那么久的生意，头一会儿遭进到家宴了。真的啊？奶奶。看嘛，那个看起来哪里像假烟嘛？那个你都看得出来了，未必还骂得到我哟。你们得看那个嘛，奶奶，它那个商标都是歪的。正常的话，对到那个光线，它的图案和颜色要变噻。奶奶，你随便啷个摇，它像个死鱼眼睛，给你盯到。哎呀，硬是。哎。你禁烟的时候，你没注意啊？看到的。那看到的啷个会出现那种情况啊？哎呀，他是不是给我装包的时候给我挑了的哦？那大意不得哟。你闻嘛，你闻嘛，一个歪烟草的味道。哈？哎呀，硬是假的。走。跟我一路，我去找那个舅子，烟贩子。你去找他，未必他得认账吗？那些人又歪又恶的，我还不是只有个人了。哎呀，好划不来哟，几大几百块钱的嘛。哎呀，刘玉东，今儿早上有个人来买了一条烟走，当时我不晓得那个烟是假的。万一别个现在早上没来的话，说我卖假烟。那不是个人砸了个人的牌子哦！哎，那个事情说得清楚噻，你还不是受害者？哎，你记不记得到来买烟的那个人的样儿像个啥子？哎，到时候我帮你作证都行了噻。我想哈嘞，是个中年男的，哎，有点矮胖矮胖的。嗯。他当时拿了一张100的给我，我还补了20多块钱给他。今天都做了那个一笔大生意，你看嘛，钱都在面上过去的。借到就行了噻，你怕子哇？哎，刘玉东，你帮我看下来，那个钱啷个有点不对头啊？假钱，绝对是假钱。去进假烟，别个拿假钱给我，又不真钱给别个。哎，他拿假钱来买假烟，该遭噻！你也没必要内疚了吗？哦，那下扯平了。抱歉，我话不着噻，我不得是20块钱真钱给他的嘛。哎呀，是煤气冬瓜灰了。刘玉东，你把那个烟给我拿去烧了，把煤气烧脱。哎，烧了，还不如拿来我混两条嘴巴，让我也炒两条宽锅噻。哎呀，那个烟哪里吃得嘛，要中毒。哟，中毒，那就是真烟嘛，那个烟壳壳高，你还不是写得清清楚楚的，吸烟有害健康，我中啥子毒嘛？哎呀，你想抽嘛，我拿条好的给你抽多少嘛？哎。
哎呀，我哪里是那个意思嘛，我还不是在替你着想，说老实话。哎呀，那小本经营开那个一个店家确实很不容易。我的意思是那个烟我想办法给你卖出去，那个价钱我也想办法给你用出去，反正舍不得打倒算，捡两个回来用两。哎呀，你不要有那些想法，我们那些虽然说是觉悟不高嘛，但是主人你良心要有啥，你这样子拿出去坑别个要不得。哦呦，你都那么想了，那我晓得我还给你打啥子钢棒啊。我晓得你是为我好，我心里老都知道噻。强哥嘛，我拿包烟给你。奶奶，算我请你的。哎，说那些，记到账上，哎，记到账上。哎，刘卫东。嗯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们有个同事，他们老公是工商局的。嗯。哎，我把那个假烟拿到工商局去。喊工商局的人去找那个烟贩子噻，万一他敢不承认咯？嗯，好，嗯，快点。哎，刘东，你把那个烟摊摊给我收到起，我哈儿就过来哈。哎，那你快点咯。哎。啥子事那么凶的阵仗？啥子事？你可能明白？被子清光的。卖假烟，你啷个说？哎，你搞错地方没得哟？我没卖过烟给你哈。啊？你不认黄嗦？你以为是没到一个算一个？今天遇到老娘都不得行。哎，你那个人讲不讲道理哟？啊？你以为你混都混得走吗？我跟你说，我那个人是吃饭长大的，不是黑大的。哎，你到底退不退？哎，我跟你说老实话啊，我们家呢，我们老板不在，我是在帮他找店点儿。哦，他说他今天都只卖了一条烟给一个矮胖矮胖的，就没有卖过你那种卧鸡婆。哪是卧鸡婆？我说啊，你是狗眼牛。哎，刚才那卖烟那个矮胖子是哪个？你搞懂没得？我哪个晓得他是哪个舅子啊？那是我老公。你啷个不早点说嘛？结果那个舅子都是你老公说。你那个态度，都把人搞昏了。哎，你少说废话哟！我把那个烟退给你，钱还给我，大家各走各的路。哎，你老公来买的烟，他发现有问题，他啷个个人不来退，喊你来退啊？他来，他是武大郎的嘛，半天说不清头一句话。哎，都是他来，你还不是几句话都把别人骂脱了。我跟你说老实话嘛，我们老板呢，回魂禁烟都没禁到个假烟，还唯独今天遭了，他现在到工商局去报案去了。哎呀，我不管你那么多，把钱退给我。要退钱呢也可以，但是有个条件。你说嘛。你把烟呢退给我。我把钱呢退给你，但是要原无原退。那你啥子意思哦？我把烟退给你就行了噻，啥子原无退原退嘛？我跟你说嘛，叫你老公拿了100元大钞来买烟，对不对头？哎，对嘛。那么我就只收到了这100块钱，那么那100块钱肯定就是你老公拿来的，对不对头？对嘛，好，认账就好。那么我把烟呢收下，然后啊，我就把那100元钱退给你，你还要还给我补给你的20块钱。只要能够搞，我们就可平。哦，我把烟给你，你退我二，哎，我都退，你都退我钱。哎，我还要给你20块钱，就可平了。哎，对的，只要能够就可平了，搞懂没得？搞懂了，哎呀，你是麻烦得很。给过去给过来，哼，你对的只是给我80块钱没得行了噻。哎，两回事，那个都叫一手黄瓜一手盐，啷个来买啷个去，做生意最讲究的都是个清楚。
要得要得哎呀，快点快快快！烟我都收下了。那点20块钱拿给你。钱我都给你，来，你把20块钱还给我。哎，那是不是我老公给你那100块钱咯？我搞错了。我今天就只收到那个100块钱，绝对没有错，你放心。现在的人呢，一个比一个精。哎呀，你们晓得，蔡秋儿从来都没有着过，今儿着了，啷个的？还着掉包整了假烟，又遇到一个矮胖矮胖的人呢，拿了一张假钞，又来找蔡秋儿买烟，蔡秋儿又不晓得，就把烟卖给他了。我说是瞎子牵瞎子，把错数一堆了。我说呀，你们这些人呐、啊。你是老气跟梅子树就不晓得换肩，你是没到底了。我经常跟你们说要提高警惕，防止上当受骗，你们就是不听。你们这个耳朵进去，那个耳朵就出去了。工商局3.15打假展览呢，你们也不愿意去看。现在好了，火是落到脚背子上了，我看你们啷个做嘛。哎，钱儿啊，哎呀，他气不过，叼起烟跑到工商局去报案去了。哎，幺子，又叼那么大一包啥子好东西哦？哎呀，我那幺女婿在外头打工，他写信回来想吃我们的香肠，我哪有时间去跟他逛香肠啊？这是我今天在龙门市场去买的十斤，我明天就跟他寄些去。哎呦，幺婶儿，你那个幺女婿福气好好哦，有那些丈母娘好稀奇哦。你快点找个朋友噻，不是就有了丈母娘了吗？哎呀，我们那些人，不晓得哪阵才有丈母娘来稀奇哦。哎呀，你是一说这个造孽兮兮的，来来来，我给你拿点。好，两包，拿去，个人煮起吃。又下酒儿又下饭，那个啊！谢谢喽，谢谢丈母娘啊！小姐，个死猴儿，我打死你！谢谢啊！今天晚上都把他迷死了。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。刘队长。耶，这儿了吧？哎。哎，好热哟。耶。看你脸上多云转晴，肯定是把事情搞定了。费了好多周折哟。我向工商局打假办的，可以细细找那个烟贩子。开始他不承认，后头工商局的刚说啥，你要是不承认的话，就加倍罚款。他遭黑到了，把钱退给我了。那里我是格外近的。还买了这个。哎，整了个啥子机器哦？练操机。我那会儿都投点本钱，哼，我看哪行把我骂得到。对头，那些做假钞的在行是嘛，也麻不到电子眼睛噻。是噻。哎，来把电查去告了看来。我告了的，刚刚在商场都告了很多片，灵光惨了。我跟你说。哎。那个买假烟的。哎。来退了。我把那个100元假钞啊，又退给他了。那里20块钱也补了，给你搁到香烟头的。真的、啊？你们还跟精灵呢？说的有些、哎。你把那个假钱退给他。他是真的认不到吗？还是在装莽哦？你说的那个矮胖矮胖那个人又没来耶？他婆娘来的。哦。哎呦，凶残了！哎，但是我把那个钱呢，哎，退给他的时候，他杵到眼睛当门看了半天，不像是在装莽。哎呀，回来了嗦。哎。烟退了没得？退了。哦，退了就好噻。哎。哎呀，我叫你要提高警惕呀！现在那些人都是钱心心。那个良心都是遭狗吃了的，嗯，一定要小心一些呀、啊！啊，周耀成那一辈子啊，嘿，就是小心驶得万年船。哎，对头，我们周耀成是大江大河都过来的老船长啊。
但是警方阴沟里面要翻船咯，没那个容易。哎，骂我的人还没有生，要不哪个选我当居民委员？哎，对头，别个这个有事儿见多识广。哎，要不然那个工商局打假办的，哪个会贴聘我们这个有事儿为义务监督员呢？好，你看，就是那个，我只要把那个一撇，我到那个市场上去逛两转，嘿。那个卖盐巴围巾的，卖红砖粉辣椒面的，还有福尔马林泡的毛豆儿，那些贩子啊，只要一看到我，他跑都跑不赢。哎，药水，药水。哎，刘卫东，你在哪儿？药水。没在这儿。走了。我刚刚看到人家那个东西走了。哎呀，着了的嘛，着了的嘛。咋子嘛？你那金粉火车的？哎呀，你不晓得是恁个的。那个妖是来一个妖女婿在外地打工，他说他想吃我们家乡的香肠。哦，妖是来今天就在街上去给买了时间，准备给他邮寄去。去哟，妖是说起很得哟，正宗的川味香肠，顺便甩了两包给我。我都拿转去，边煮香肠我都边在看电视。我突然一下看到电视里面正在播，我是工商和公安局联手端掉了一个自家的窝点。哦，那个电视里面哦，还把那个窝顶里面的那个啥子死猪肉啊、瘟猪肉啊，那就出来曝光。哎呀，你不晓得看起之恶心的呀，又脏又臭又烂，又是苍蝇又是耗子的。哎呀，你当时哦，那个电视里面还说，工商部门已经把那家食品厂已经查封了，现在正在追查流入市内的那个伪劣产品。并且还公布了这个食品厂的名称和它的假冒商标。提醒市民嘛，注意鉴别。哦，哎呀，当时我都着急了噻，我都把钥匙给我的那两包香肠那个包装袋拿来对到起一看，我就晓得着了。上面的厂名、厂址、连商标和那个电视里面播的一模一样。哎呀，所以我急急忙忙不怕跟着跑起来的，找钥匙的，钥匙不在屋，你看嘛，那个哪个得了嘛那个。我看一看他掂起把东西走了很大阵了哦。是不是一个红颜色的塑料袋？里面装了。闷球球一袋东西，对头，着了，肯定到邮局去给寄香肠去了。那个我直接跑进去追。你那还去追，哪里追得赢嘛？寄都寄了哟，可能。那啷个得了啊？如果说他吃了那个香肠，遭中了毒，他也怪老丈母害他，那个啷个得了？那个，那个，我只有在路上去拦到他，然后我们再到邮局去断，看断不断的住。好的。啊，好黑人哦！你哪里还敢在外头买吃的嘛？哎，光发明一个炼草机有啥子用嘛？怕二回还要发明啥子炼肉机那些用。惨了，累惨了，你不晓得，费了好多力哟。哦。哎，我在街上把钥匙拦到的时候，他早都把坏掉的邮寄都办好了。我把那个情况给他说了，他也不相信。你来嘛，他说他买的时候他看了的，绝对不是三无产品，连出厂日期他都看了的。我是看了的噻。哎，你看嘛，这是真空包装的嘛，在高山有厂名、厂址。出厂日期，未必我还把它打开来再尝一下吗？哎，我跟他说的，电视都曝光的，那个食品厂，就是出香肠那个食品厂，才把它黑到去了。我们倒转到邮局去，给邮局的同志说了，要求他们把那个货啊退给我们。那个邮局的同志给我们解释，说你们办的是快件，现在早都运到火车站去了。后来我就把我们找了伪劣产品那个事情给邮局的同志说了，别个派了个专车到我这站去追回来的。哦，真的啊！哎呀，这回呀，我们是要好好的感谢哈刘卫东啊，找他说到了，阴沟里翻了船儿，要不是他早发现了，我把那些香肠寄给我女婿，我女婿吃了就中了毒，那不把我那个丈母娘背端骂中啊？要谢吗？还是谢你过问噻。你老人家要不是心肠好，拿了两包给我，我回去看到电视，
我还不晓得你买了歪货哎。哦，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别个幺十二天随便买了啥子吃的，都先拿给你尝哈喽。哎，那办的好死喽。那是哦，跟你说，别个幺十二还要跟我介绍对象。哟，不得了。哎，那什么，幺十二说的，喊我不要拿起出去给别个说，他买到伪劣产品，失格，要不然他那个监督员等于没有威信的了。你个龟猴儿！我悄悄跟你说的嘛，他又说出来了。哎呀，要死儿，买的歪货死老格，那个又怪不到你。哦、一般的人哪个去买东西的时候看得那个仔细嘛？哎，老师，那包东西啷个办呢？哎呀，我和幺婶两个专门到他买那个店店头去了的，那、哦、个关门了、哦。我们明天再去找那个老板退。这个老板我认得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我去看我们瞧瞧看。哎，刘卫东，你外家功劳不小哎！你不但帮我挽回了经济损失，你还帮周幺婶儿把那个死猪肉香肠追回来了。嘿，你还成了我们家一哈的大家英雄了哦！哎呀，说那些，哎呀，你莫来辱我了，我是磕头碰老天，难得一拜。老板，哎，来拿条烟。烟后头又喊你们老婆来退，你没到我认不到你说。我还不是做生意，别个拿给我的钱，心想啊，麻扎扎的用出去算了。没想到买了条假烟，心想也就算了嘛。可是我那婆娘不依教，跑来退，未必她不晓得那是一张假钱呐、啊。我没敢跟她说，她晓得了不得了，要扣我十天的零用钱。这个你是个巴耳朵哟，我是舍不得我把钱拿给他的时候，他戳到眼睛他们看了半天。他哪里认得到嘛？嗯，他是一个高度的色盲。所以啊，我晓得的，你那个是个老实点儿，所以啊，我还是到他这儿来买烟。哦，来拿一条。哎，这回不是假的哈，真的。假不假，机器说了算。哎，几千的霸道啊！还有，我跟你说嘛，我那个婆娘啊，一天没法，少一点啥子，哎，有点啥子就来找我。嗯，好，谢谢了哈，好，再见，好。闯上门来的，动刀公然出去、哎、我还是才晓得，是我老婆娘去进的货。不管哪个哟，连他婆娘一哈都弄去。对头，走。拆皮两斤不过是鸡毛蒜皮，有眼光看不惯心思烦，老有老金本领，拉小东说到做到究竟了，二十一世纪。开放领军，抱着翻开抱着狐狸彩票出了大奖，街坊邻居街坊邻居，打开电视打开电视又看到黄的球迷，你儿盖子的龙门阵还没摆完，我们世界又捡起虚拟手机，管他